一百年来，托克的顺天宫就是咱的活动中心。托克街啊，也佮古公所佮旧的市场，代代留落来。离婚前来整修古公所，将顺天宫的老家保存落来，经费拢总是5,088,000元。为着托克留落来做些日本化资产，今后我讲你的日本式的旧的宿舍，会变作托克故事馆；旧的公所会变作昆林的古美馆，等收在地伴手礼。旧的市场会变作庙埕的朝圣商圈，透过老市街有了新的文化、新的发展，未来离婚会更加用心照顾土库。